第三跳完了以后，反正我已经把自己的动作落好了，我更是想祝贺其他运动员，因为我知道他们非常不容易，所有运动员都是非常优秀的。然后我特别喜欢自由式滑雪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是，不是一个国家性的一个东西，也不是一个谁是从哪儿来的，谁是从哪儿来的，是什么颜色的人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反正都是能通过滑雪去联系和交朋友和一起去享受这个运动。所以呢，我祝贺其他运动员是因为我真的是希望他们自己也能滑到自己最好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分享。